哦，擦掉，有没有擦掉？用小圈画小圈，画小圆圈，画圆圈圈，小圆圈，小的，小的，小的这样，哪边黑黑？嘿，对对对，这哪是边教黑黑他的这做样？家事。你看，这样就擦掉，你看。没关系呀、啊，有，等一下对再帮你擦掉就好了。哇！这边也有，这边。哎，不要再画了哦，再画你就继续擦，我跟你说。他觉得很好笑哎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小孩子觉得这种都很好玩。对啊，他觉得这样好。哦，这边也是哦，这边也是。你看黑的可以变成白的，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嗯，捡回来，捡回来，小心不要拔豆哦，这个骨骨的哦。哼。哦，还在剪啊，弟弟转过来我这一边嘛，你到车车那里去刷啦，你站过去刷，站过去，哎、欸，站过去刷，小心，哎呦，要跋倒哦，大笔了，可能会这样刷，哦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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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，他刚刚还自己挤了一滴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要跨过去，他居然还垫脚。哦，我弄那个，我弄这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一个一个，先把一个区块弄干净，你才去弄的。哦，他这样弄一次，我再弄一次。哎，你怎么把它做的？哈哈这么开心？不是。那个不是这样玩的，他这样很像猫的行为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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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。对，下次画企鹅哈，下次画企鹅，好不好？哈。啊，我要画企鹅。企鹅怎么画？先擦掉。爸爸教你怎么画、啊。爸爸，你教我。好，下次我教你画在纸上好了，好，不要画在地上。不就小力一点呐、啊。用蜡笔比较好擦哎、欸。好了。我都没有弄那么多次哎、欸，让我脚变大圈了。对啊。我脚。你的脚怎样？我变大圈圈。哎，对，赶快把它擦干净。我要变成大圈圈。原本我刚，原本我刚才想，原本我刚才想出去，这次我觉得留在家里看这件事还蛮有趣的。对啊。前面，哎呦，你看那里，那是变形金刚的耳朵，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？不是吗？哪一个？这里呀。剩下耳朵而已，有没有？我的脚变人一样。变滑滑，你看小心哦，咕咕的哦。滑滑的，你不要叫滑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你就会哭哦。你一定抓来的搏斗，以前我小时候我们都在家里玩那个溜地板。我们也是啊。对啊。我们也是在玩家里玩溜地板。脱光光玩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脱光光。要。就穿短裤啊。你要穿短，我都没有穿短裤，光屁股溜更滑。看屁股会。那看瓷砖啊，对不对？有缝跟无缝的啊。我们家阳台，所以阳台那个是小瓷砖，那当然嘛屁股痛。我们家阳台没有瓷砖，它是很滑的那个水泥地。溜，这真的是哈很好的那个。我在溜脚，他现在溜屁股。好，弟弟跟我说拜拜，弟弟跟我说拜拜，快点。拜拜拜拜。看这边。